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很疯狂的事情，就是让大家来帮我化妆，觉得非常可怕。第一个现在简单的，先上一个蜜粉饼，这个力道是蛮重的。哦，画完了？画完了吗？我还好吗？好，那你想画哪一个？眉毛。差不多嘞，交给男友画第二个。那我不敢再画了。他会这样子，男友跟女友的眉毛有差别吗？下一个啊。哎，你好专业的哦。那我是看那个小凯老师学化妆哦，蓝色的芭比嘛，这个下眼。哦，他很快乐。真正的高手在民间，这个工作不容易。我觉得遇到你更不容易。这是全上的妆容，你才要被全上嘞！来，全上的妆，加油，请你挽救这个妆容，帅辣一点。怎么了啦？你又在？冰吗？我化妆。Oh no！ 我不敢再画了。真的好。怎么画的？腮红。我不知道是哪。Black。没有没有，往上。这个不是。你觉得好看吗？平常有在化妆吗？有。你这个手蛮重的哦。OK 的。有欧美感吗？好了，我们最后要揭晓这个妆容的部分，二三，影片都在这里了，不录了。